有这么三个人，他们是个朋友，再到吃酒，当中一个是老板，一个是秀才，还一个是大和尚。这三个人呐、啊，服从都不错，就二个三个人都想逼合着，在酒令当中显示合着自己的文采，看哪个服从才下过。新酒令他就讲究规矩，规矩呢就是每个人要说两个字，这两个字要自行相思，还要应说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样子相同，各自里头不同。这酒令啊他就勉念的呢，这个路边先开了口了，我有了。哦，你有了你先讲噻。哦，董玉剑、胡姬、罗边表面相同，有理不同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胡姬跟罗边都是人啊，人表面都相同，骨子里头有理不同。一个啊是有钱，一个是不得钱。秀才想想啊，我、也有了。狮虎鸟剑神与秀才钉子相同，服装不同。大和尚听听啊，阿弥陀佛啊，也有道理。剑神与秀才都是个读书人，他的帽子也一样，但是呢剑神没得功名，不像秀才，秀才有功名，钉子是相同，国立他们服装的彩下不同。正这个箱子啊，胡尚师傅就添到你了啊，我弥陀佛，看到我也有了这运气，年生病女你家啥相同，其实性别不同啊。